你会说普通话吗？你会说普通话吗？当然，我会说普通话。你想学习什么内容呢？Can we try ordering food in a restaurant, please?当然可以，让我们从简单的开始。你能用中文说我想点咖啡吗？当然可以，让我们从简单的开始。你能用中文说我想点咖啡吗？我想点咖啡吗？你差不多说对了，只是不需要在句尾加上吗？正确的说法是我想点咖啡，试试看。当然可以，让我们从简单的开始。你能用中文说我想点咖啡吗？我想点咖啡，喝茶吗？No, damn it. 你差不多说对了，但是喝茶吗？需要作为一个新的句子来说，你可以说我想点咖啡，你喝茶吗？试试看。我想点咖啡。你的句子几乎正确，只是动词和名词的顺序需要调整一下。正确的说法是我想点咖啡，试试看。你的句子几乎正确，只是动词和名词的顺序需要调整一下。正确的说法是我想点咖啡，试试看。我想点咖啡。很好，你说得很对。现在试试这个，我要一个三明治。很好，你说得很对。现在试试这个，我要一个三明治。很好，你说得很对。现在试试这个，我要一个三明治。我要一个三明治，一个三明治。谢谢你。我要一个三明治。我要一个三明治。不客气，你说得很对。现在试试这个，我喜欢喝绿茶。好的，我喜欢喝绿茶。
非常好。那你能说我喜欢在下午喝绿茶吗？